嘉义县市进入到准三级警戒，各病院也出现采检的需求。卫生局表示，若无去到危险区域或者是接触史的民众，这段期间是较卖去到病院采检，避免影响到病院采检的量能。嘉义县进入准三级警戒，中昼的时阵，县政府过来强调施加防疫措施，除了宣导正确的防疫观念。管政府嘛开始规划快台站的设置。那我们这边也已经做好规划了，那东西也准备好了。如果届时说需要的话，我们可能会再看需要在哪个乡镇或是在哪个区域，我们来成立快筛站。因为疫情，嘉义县市各大病院的采检人数甲顶个月比起来增加真侪人，嘉义县市的卫生所拢呼吁，那无接触疫情相关的人也是所在，民众也是尽量卖到病院。上升的比例在倍数，大概在4倍到5倍的一个上升的一个状态。那这个我们医院的这个检验的量能呢，也是全开了哈，来应应这样子一个大量这个筛检的要求。同款进入准三级警戒，嘉义市烦恼疫情的传播，根据协调市内也市也暂时停止营业。针对民众关心的自费体检，嘉义市卫生局表示，即卖规定是有镜头就公费来检查，无镜头的人嘛无提供自费体检，嘛开始规划快筛站。如果整个国家的政策是要设这个社区筛检站，那我们也会赶快设立，让有需要的民众可以来做这个筛检。目前嘉义县市病院使用的筛检是核酸检测，时间较长，唔够较准。快筛站使用的抗原检测虽然只要15分钟，但是若是初期感染的人，可能就会检查未出来。病院表示，减少出门、挂水烟、定定消毒洗手，是目前上好的防疫措施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